大家好，我是卓然，广受尊崇的净空法师于7月26日圆寂，那他是不是自在往生的呢？这恐怕是不少人心中的疑问。有的人说是，有的人说不是。老法师往生后出现了这样的天空景象，涂皮后又剪出了这样的舍利花，可是依然有人觉得这些都不能说明什么。那假如是老法师亲手写下来的，亲口说出来的，还有人有疑问吗？今年4月21日啊，净空法师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这样写道，你们看前后我就不念了啊，大家自己细看。这里老法师明确说道，自知退休期至。我们知道老法师多年来只要还有气力就会坚持讲经，之所以谈及退休，实在意思就是他已经预先知道归期，静候弥陀接引了。这就让老法师圆寂前的一次露面教导显得尤其的特殊，所有的重要信息全透露在里面了。墨学呢，以特别的形式呈现给大家，相信看完后大家心里所有的疑问都会烟消云散。尊敬的老法师，世人都怕死，请恕墨学冒昧问一句，您怕不怕？我不怕。阿弥陀佛。帮助同学，同学向我从早到晚阿弥陀佛，快快乐乐。可是我们一天都会胡思乱想啊。你要不随着阿弥陀佛走，你就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最可怕。我们从早到晚许许多多的妄念从哪来？胡思乱想叫妄想，人要没有妄想都自在。真的做得到没妄念吗？没有乱想可以做得到，多想阿弥陀佛好啊。您也想佛吗？想阿弥陀佛，每天多想佛，多念佛，多自在。可是想到死还是有点怕。你所害怕的这些妄念，越想越害怕，最后从小病变成大病，越想越可怕。那您是怎么想的呢？没有这个概念，没有生死的概念，每一天随缘过日。好久没看到您了，请问什么时候还能再次看到您升座讲经呢？年岁大了，讲经讲不动，我非常重视继承人，所以我在50岁就非常重视栽培接班人。我可以不讲经，经不能断掉，能讲的喜欢讲的我都把它提出来，一个个的培养的，我走了还有这么多人讲得比我好，我很满意。问我你怕不怕死？不怕，真的不怕，一点都不怕。请恕墨学斗胆问一句，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您准备好了吗？我有充分的准备，所以我不怕死。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们天天想着西方极乐世界，念念念出阿弥陀佛。我劝大家念佛求生弥陀净土，我自己也能不做，我也不做，跟我学的人受我欺骗，那我对不起他。极乐世界真的有吗？阿弥陀佛真的有吗？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往生极乐世界的真有，天天都有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到极乐世界，欢欢喜喜。能请教您对新冠疫情有什么看法吗？佛
佛跟我们说，凡事有因有果，我以有因果的，因是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讲来讲去还是个心想。我愿我们的同学学佛了，永远没有惧怕，我们跟释迦牟尼佛说，前途一帆风顺，前途非常光明。那请问怎么样才能有把握往生净土呢？学佛之后念念求生净土，我们对于极乐世界清清楚楚，往生极乐世界真有把握。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希望同学把生死看淡，把生死抓在自己手上，不是在阎王手上，在我自己手上，想去就去，想留就留。好啊，面对大众同学一通念佛求生净，每天不缺功课。那该如何帮助害怕的同修呢？害怕的同修还是有不少，我们帮助他，帮他首先自己不怕，他才能相信。如何帮助这些害怕的同修，这是我们的事。读经书背经典，能转害怕而承认为不怕，不怕到什么程度？自在往生，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娑婆苦，又何必要留念？你对于娑婆留念，所以你才怕死；对娑婆不留念，不怕了。所以面对今天的社会种种不安定，我们都勉励大家不要害怕，快快乐乐把这一句佛号念好，阿弥陀佛决定的记，一个都不会漏掉。阿弥陀佛弟子记下了。那您能说说什么是能否往生的关键吗？心性决定一切，这个重要。大家身体比我好，要用功，要努力，要看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欢迎我们，见到无限的欢喜，一生的愿望总算是圆满了。活在这个世界，活一天干一天，活两天干两天，往生极乐世界同学会跟着阿弥陀佛一同来接引，所以帮助同学助念功德很大。我去接他，他也来接我，绝不落空，绝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弟子们明白了。那对于当下的疫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现在的疫情这些新闻不看，念阿弥陀佛真实的帮助。现在我们迫切需要不是别的，佛来接我，菩萨的救，同参讨友好友都来救，迎接我，身心不已。感恩老法师，今天您老能不辞辛劳给我们开示，我们非常欢喜，很多同修集聚一堂，很热闹。他们确定来接我，来接的时候比这个场面热闹，再来接的时候不要客气，要坚定心愿，幸运往生。好的，弟子们记下了，我们大家都会给老法师助念，希望以后老法师也能在我们往生时来接我们。阿弥陀佛。